那我们来演慢一点，然后你最好是有点哭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原唱，你伺机这样子进入状况啊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先给他一点音乐，然后慢慢的酝酿那个情绪。想到为什么他选择的不是你，你却跟道明寺已经有关系了，他们却是兄弟。F 四里面有两个都喜欢你，准备了，让他哭久一点，特写。讲台词，也讲台词。哎呦，他真的哭了，真的，真的很专业啊。为什么你爱的人不是我？我满脑子都是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得到幸福呢？原唱借位就好啊，你这样我们完全都感觉不到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借位，借位就是这样，侧过去啊，你头在一借位的感觉。好，重来，情绪 keep 住啊，阿姨啊，我有那个，我在演广东导演的啊，那个，好 keep 啊，阿健，酝酿久一点，哭。我满脑子都是你，为什么你不能得到幸福呢？为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？这位，啊！再来，有，很像，掌声鼓励一下哦！谢谢。不错，慢慢真的不错，好会哭哦。这个是不是材料？戏都被他抢走啦，愉快的哈。好啦，这个也是碍于比较激动一点嘛。啊，袁尚老师，刚刚这你要试试看吗？嗯，有没有试试看？吻戏，三菜的戏老大，要老大，是你要讲什么？老大，我这个的话，我这样演下去的话，这真的是有趁人之危了。那我不演谁演？好，助教来演啦，助教。你跟助教来。维尼，跟助教。对，维尼跟助教。下去会笑场。我这演的话，观众马上就干掉我。黑白无常好看呢。不要，那个让我看他演的好不好，好不好？感情。Keep 住啊！我有。哭的那个啊，老弟啊，哎，一样台词吗？对，好不好？感动啊，准备 ，Action， 迈。我满脑子都是你，为什么你不能得到幸福呢？不是你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那还有很多经典桥段，我们接着看下去。来，说啊，来，正式换我帮你涂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这样比较快。还记得这一幕吗？记得。哎，这蔷薇之恋，说实在，真的席卷全亚洲啊，经典。对，这个是紧绷的一个紧白贴。好。现在呢，佩云在不在现场？有，请起立。佩云，
老师跟我们演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长哦，口红好长吗？有记住吗？当台词，好不好？先帮他这样子涂口红的感觉，好，准备 ，Action。Ella 那个稚嫩的感觉啊，那种当佣人的那种。好了吗？百合。好了吗？百合。你比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更漂亮。怎么突然这样讲啊？换我帮你涂。与其这样，不如。上比较快。你挑美，不错不错，还给我挑美，挑美就要带戏啊，谢谢，带戏带得很好了。来，掌声鼓励啊！哎，老师请留步。好羡慕啊！小刀。好羡慕。羡慕，刚谁讲？彤彤来。拜托。啊，来拜托。你喜欢郑元畅是不是？对，来真的话巴掌下去，我代替他吃豆腐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吃豆腐。我们之前有一个子轩呐，乱亲篮球员。我哪有？哪有？我跳带你出来看吗？好了，喜欢郑元畅是不是？对，专业，专业。然后元畅兄感觉到我们专业，专业，好不好？专业的东西 ，professional， 哎 ，action， 涂口红。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更漂亮了，干嘛这样说了，帮你与其这样不如这样比较快。掌声鼓励，谢谢谢谢，你快晕倒了是不是？谢谢谢谢，你没出息的你，赶快叫他，小龙，赶快叫他，好，让你，哎，我们男的那么教你拥抱一下，谢谢谢谢，你瞧瞧，这可是史上最幸福的拥抱，好好说啊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磨鼻子。你要不要乖？要要，我穿吧。没机会。你们要像彤彤这般的演技的话，还有机会啊。可我在走空了。够了，摸鼻子，轻轻的磨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不要乱亲到，磨一下，不可以乱动哦。好，摸鼻子，俏皮的音乐，来来来。转圈，再给彤彤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这次的新英剧由妹妹小刀和助教李智镇领衔主演，内容是两人在路上邂逅后激情一吻，他们将会擦出什么样爱的火花呢？小刀来这里，刚刚有看到土之男之吻这个吗？有啊。对啊，那助教跟他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助教，那假装啊，要在那边拍摄的感觉。那你明明也拍摄的那东西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拍摄，那你要冲过去的，然后回头过去，抓来就去推了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去有点惊悚的音乐了啊，准备啊 ，Action！ 前进干嘛啊你？你在那边吗？在那。对啊，然后冲过去，他冲过去，慢跑的过去啊。好，有人追杀你的感觉啊，要拉背，那边停住，停住。用那个镜头，然后回头这样看，看到他在这边拍东西，冲过来。哎呦！害羞吗？有害羞吗？有害羞吗？我吓到。我好厉害哦！小刀。
整一点了，你跑过去，然后折回来的那种感觉。小刀让出现的羞涩了。小刀要帮你换一位吗？羞涩了。没问题。敬业吧。他已经。要不要再试？飞了。志正，你要完整一点。好好好，试试看啊，冲过去，哎，准备。我要站里面一点的。好 ，Action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证明一件事情，你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。你管！我在亲的时候，他里面没有。我瞬间发现小刀眼睛变大了。小刀，他真的是有点吓到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小刀是吓到。